耶！ 欢迎收看由公宣出品、大马最青春洋溢、撒糖满满的恋爱真人秀节目《对你有感觉》，我是研究员周长总。Hello， 你好，我是研究员 Catherine 凯欣。而在我们男女研究室里头呢，今天请来了两位公宣最吵的 MC。稿里面是说公宣二傻，我们有的就是 Mac。你看几傻几可爱。耶、yeah, ，我是 Mac 赖明权，很容易疼的你。你有看过前面两集吗？看过，你懂啊？哎，你们看几次啊？看一次啊？我为了这个节目，我知道我是第三集的嘉宾，我看了十次。所以呢，应该比你们更清楚吧？我就看一下你等一下是不是那么厉害观察喽。目前为止，对哪一组 CP 最印象深刻？我觉得Sean跟小吴吧，是不是？真的，他们简直就是哦，梦想中的爱情。哦。昨晚你这个脸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难吧。难吗？所以他是理想梦想哦。请问你是？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Yeah! 而且，喂，给我介绍完先。我可是这里的元老级观察员哎。如果你看回前两集的话啦，拜特，我猜的都中好不好？所以你讲什么看十集，等下就看你到底多会看。我很会看的，我看你是一个很抠、很搞笑的人都中。我们离开现场吧。不是，我们要赶快拉回来啊，真的。好了，那上一集呢，其实在尾端的时候呢，就有看到那个泳池边的比赛啦，是直接影响到这一集呢，三组的这个 CP 的约会的地点。冠军呢就有 Jolin 还有加颂，而亚军的话呢就是 Victoria 还有 Kristen， 而季军呢则是小吴还有 Sean。哎，不过举手、哦、我很多疑问，我跟你讲，我真的太多疑问了。第一集没有叫我做什么研究员，第二个点怎么没有叫我参加？因为你很吵，有秋了。我们想要开始，然后你一直在那边问问题，然后不重要的问题。那这一次他们呢，就是单独约会嘛。我相信单独约会就有更多 quality time， 然后有 quality talk。啊，毕竟我们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长，可以解禁的东西越多。那这一次单独约会又可以了解到什么样的东西？话题就会更深入一些些了。可是相反的，如果你对那个人不感兴趣的话啦，那就会很尴尬，全程尴尬。可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三对配对的啦，至少大家都很对对方有感觉的。而且好像上一集我没有记错的话，像小吴好像是故意输的啊。对啊，有放那个心思，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特地不要去抢。他应该对Sean是最有安全感的，就是说有他在我就比较放心一点。Victoria 原本第一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他对 Kristen 是已经很有感觉，直接动他的背后啊。那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单独的跟他相处啊，有没有办法从 Jolin 的手中抢回来？对，而且 Jolin 在上一集也是很主动哦，他是摆明抢那个坐椅子的、哦、就是为了要跟加颂单独约会。可是他是被逼选。没有啊，他没有被逼、欸、你还说你元老级。喂，你有在线没有？他是客一选那个椅子的，他是故意抢的，应该是忘了剧情吧，老人家。好，我们直接看片。对，这个是冠军的约会地点，最丰富的。哦，原来冠军有这样好的福利，在这样 high class 的地方。很美啊，这边。而且酒店有心机哦。怎么说？打扮上有心机哦。事业线明显。想喝什么？来这边喝酒。喝 cocktail， 这边是名 cocktail。啊，可以啊。OK。不要紧张 ，chill。你觉得我哈、嗯？他也努力在主动开始聊。来昨天啊，第一个环节和现在。你觉得我有什么变化？你觉得哎，来发现这样不一样的我，来相处过后，一开始你很安静，就你感觉你还没有放开你自己啊。然后接下来的环节的时候，你比较多话讲啊，然后也比较主动了吧？嗯，你看比较吵这样。不是比较吵啊，就比较你自己哦，我觉得。啊。喂。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哦，对，不要紧张 ，chill。有想一下啊，对，第一印象就高冷哦，比较难接近那种。真的咩？会觉得。为什么？因为之前在网络都有看过，有看过你啊，有刷到，哎，可是都不认识啊，就觉得你哎，好像很难接近那种。OK。But 相处下来，觉得你啊蛮 friend 啊，就也是有时候会搞笑这样啊。看哦，不是啦，就也要看嘛，因为第一次约会的答案。我看啦，还可以看做 bro 啊，还可以看啦。OK。
这样你觉得来，你对我好感度一到五，来想说现在好奇本身就好奇了，是吧？其实一开始我一进来去看到你的时候，我有吓到的，就你也蛮好看的，然后一开始你也尴尬到别人后面有放开自己，所以我觉得有哇到，真的，一开始就是真的很尴尬，第一环节我也是觉得啊，现场即兴，我这样子，然后你来听，喂，然后你还抓我 kick 去弄我。因为不要让那个气氛尴尬。真的哦，原来当时候是有这样子的，就表现到很不自然哦。那时候，把现在我是放开了，能放开到你会递毛巾给我啊？哦，所以他是因为递毛巾才故意抢那个椅子的。其实我很吓到哎，这么你突然有这个举动了。哦，就刚好他们递给我吗？递给你啊？刚好他递给我。直男、哎、bro， 直男。本来我一开始以为你是对 Victoria 比较有感觉的，你现在是我们三个女生当中你对谁比较有好感度比较多一点？其实我是想每个都想啊了解认识当朋友，看哎有没有互相一样的默契啊，然后适不适合啊，有没有共同的爱好啊，都是属于那种热酒深情那现在你对哪一个比较好感度比较多？还没有认识完，还没有了解完，所以要多了解。啊，认识了，试下你。Thank you。错。Coffee 都是有酒的，是吗？有啊，你不会酒的。真的？真的。一点酒都没有。嗯，不。如果你跟你朋友出去外面酒吧，不会喝，喝滚水，不碰了。夹夹好像乖乖拿着透明那个夹夹，喂，确实。把人家白灯你玩你，那你这个 OK 吗？仪式感还是要有，和你出来。OK。嗯，赏脸给你吧。啊？但是我喜欢喝酒。OK 啊，可以陪你啊。嘉颂的回答很好吧？是，我也可以陪你。他讲说我陪你啊。来，确实。啊，现在就陪你喝。现在我很像酒鬼这样。你很夸张那种吗？没有啦。阿柔，有被你今天的 outfit 哇、wow、了？喂，好看。哦、oh, ，其实我这衣服是带，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赢这个，就带 extra 来鲜艳一点的颜色。嗯，不要每次黑黑这样。也哎，你懂我上过一个 TikTok 哦，然后讲我不喜欢男人穿黑衣黑裤。啊，我有看到。你有看到？有。那你也穿黑衣裤？我穿有不一样的感觉吗？口感，有点不惯。不惯什么？你喝这个。间接接吻，没有啦，他纯粹想试一口。是，纯粹想喝他的。没有啦，就因为有酒嘛。你喝我的。我没呢他。比较 orange 的味道，特别好喝吗？哇，贴心，不错。哎，这我会被吸引到。OK。贴心啊，我喜欢贴心，我会被吸引到来。如果一个女生，她很贴心，很暖的。你喜欢惊喜吗？惊喜 OK， 我懂女生很喜欢那。每个女生都会想要惊喜吧？所以我会做这样的东西来。女生喜欢什么？因为那是你零经验了、哦。那是女生的天性嘛。嗯。零经验了可以学的嘛。上网做功课啦。我们来拍个照，可以吗？Alright， 很高兴认识你，更深入的认识你啊！希望之后还有更多机会可以一起，I don't know， 来一起来有什么活动还是什么 ？OK， 可以。可以来约出来。嗯 ，Let's go。觉得爱情哦，很多时候是你的潜意识
散发出来的，我喜欢你，但是我不会表露出来。像我自己本身金牛座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喜欢你，但是我不会给你看到我喜欢你。那是你吗？没啦，我就用我的角度嘛，你就叫我是什么观察员？要问人家就不要讲啦，快点不要讲好啦。因为我是 Mac， 不是他是因为怕尴尬，所以他才一直不断的讲话。我觉得嘉颂不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嘉颂是这样子的人。哎，你给几分？这个约会？我觉得给100分，很棒哎，你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对不对？快刀斩乱斩乱斩乱麻 ，OK， 让我们看一下下一段。有奶茶哎、欸，回来家里，在家里面的。刚好我喜欢喝奶茶。对，看看你喜欢喝奶茶吗？我很少喝，可是我现在很口渴。这个是 Earl Grey， 我喝 Earl Grey 啊。Earl Grey 啊，这个是 Milk Green Tea。不喜欢绿茶吗？喜欢。可是我也喜欢 Earl Grey。OK。他没有漏。有星星哎、欸，我看到他的眼睛。不要尴尬先，不要尴尬先。我东西蛮好奇的。我就直接讲了啦。啊，讲啊。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做 sofa 的时候，你不是点我？第一也是这个 sofa 哎、欸。哦，是哎、欸。是啊。嗯。我可以问为什么吗？我觉得，因为我是比较内向。嗯。然后我觉得你比较 talkative 一点，所以我就点你。我心跳加速微微。嗯。就三个男生里面，可能跟你会比较聊得来挂。可是其实 OK， 我没有跟你讲过。我那时候你一进来的时候啊，我觉得你。我觉得你气场很强，我本来哦就是昨天在这里嘛，我就讲话嘛，嗯，然后我讲一下讲一下，你一进来我就，哈哈哈，嗯，笑好甜呐，对，有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哎？就是我觉得你会觉得跟我没有话讲吗 ？OK 的，我可以聊天，只是我怕聊到干，就是为了聊而聊这样子。可是我后来发现好像也不会耶，虽然讲我们没有一对一这样子过啊，我对你第一印象哦，那个感觉是。就比较高冷一点， oh. 然后就哦，我看得上你，我就可以讲话；我看不上你，我不要跟你讲话。啊，惨了，原来给人这样印象。这个不是第一印象，是我刻板印象觉得啊，我自己认为先，结果哎，原来不是这样子。你觉得我？你啊？不要笑 ，Am I a joke to you？ 原来我就觉得你很幽默。很幽默。嗯。罢了。每次你讲话，我都会想笑。嗯。所以我是一个 joke。没有，不是Sean吗？哈哈，Sean也是啊，Sean很可爱呀。问你啊，OK，三个男生里面啊，来哦，我一定问，我是不可能不问的，我一定问的。OK， 三个男生里面，你觉得啦，最就是你最不 OK 了，为什么？不 OK 啊？应该是Sean瓜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明显他还是很幽默啊。他很幽默，但是他很明显喜欢小吴啊。觉得跟他比较像 bro 多一点，外形也不搭了。其实他跟 Sean， 我想要问你，就是，就是在煮饭的时候，我有靠近你，可是我就觉得这么你好像没有什么理我这样子，应该要真的吧？要真的，要真的吗？我帮你拿杯。已经滚热了，我。你要喝水吗？有这样好吗？我这样给学生，我没有兴趣，敢讲哎！但我觉得说这样子是好的，终于说出口了。我没有 ignore 你，我不是没，我那时候在煮饭的时候好像很专心煮饭。是哎，你好像在乎你的饭吗？我就真的是很想去做那个饭，虽然讲给人家展示啊，可是不用紧 ，OK 了。不用紧啊，也是你开心就好。OK， 然后可是那时候你是觉得这样？那时候你有什么感受？你没有什么理我？开玩笑啊 ，OK 啊，第一天。虽然讲，接下来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可是我觉得说，我不是那种，因为我不是那种一见钟情派的人。我发现到你好像比较喜欢 Jolene， 比较喜欢。左拎是吗？你要讲不老哎，要讲就不要讲样子。来 ，bro， 我听你答案。没有 ，OK， 我觉得说，因为 ，OK， 我讲实话，实话讲了 ，OK， 他是你理想型。他这样子的太是紧张哎，我很少看 Kristen 这样结巴。可是他的那个答案令 Victoria 失望了。But previous 的感情经历蛮悲惨的，就是。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type 啦 ，OK。哦，所以你会怕像Jolene？
不是怕 ，OK， 我不要刻板印象讲这样的类型的女生就是这样子，只是我经验有这样的经历过，我会有点怕这样子的 feel。这样你还会想要 try 像酒店这样吗？我觉得要看情况哎，而且我觉得我也不会这样，我会比较谨慎一点的、啊。这么你好像一直问我，好像 interview 我这样子。你该也是啊，你问我，因为我。因为你问我，你不要问到好像就是你是第三者，然后你就完全撇开不在这件事情里面这样子。明明就是来这里聊天。没有吗？就很好奇嘛，就问哦。你觉得我有，你有？我有什么转变可以让你有兴趣对我？哦，没有，我本来就有兴趣了。哈，真的？是没？真的，我本来就有兴趣。没有，我是那种哦，就是刚刚不是亚军呢，然后看哎你拿亚军，我讲哎其实我好像有机会问你更多问题，因为之前没有吗？哦，就是要问我问题啊？没有，我就真的是好奇，我想问， okay. 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本来以为你是这样子的嘛，可是你不是嘛，然后就变成这样子。Why？ 他给了希望 Victoria。对，他有给希望哎。还在叫啊？这样我今天哎 ，Kristen。什么？我今天什么？我今天会。你今天会？会。怎么？有机会收到你的影片吗？哦，直接问。可以的。哇！Kristen 脚架不住了吧？可是我 OK。好像在逼你这样。不是逼我，因为我觉得 OK， 我这影片哦，我觉得啊是一整天下来一个总结来的。我觉得是分享，然后其实我带一个东西给你，等我一下。哇哦，等我一下。结果回来我去个厕所而已。谢谢。是巧克力。哇哦。我本来想讲很幽默的东西，可是。没有，你知道我本来想讲什么吗？我本来想讲，因为我觉得巧克力是让人开心的东西，然后刚好。你又是让人开心的东西。哇啦哦，幸好你没有香。哇，真的。真的。You bro。你吃巧克力了吗？其实我有点怕，我怕你就是那种，这种比较少吃。然后不要少吃啊，你一个月吃一个啊，你就可以吃很久。一个月。啊，然后你吃完你跟我讲，然后我再拿着一包。OK， 谢谢你。因为我很想吃甜食，然后。我很少吃零食，就是我很少吃那种薯片啊，什么东西这样子、我比较喜欢吃那种 pastry 啊，甜食。好像有可能发展呢，他们是不是？所以你向往的感情是像怎样？就是你有没有想象中一个脑海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你跟你或另一半想要这样？我觉得两个人就算待在家也会，很舒服啊。我可能会比较向往简单的幸福啊。就是居家吧，也觉得是很想居家男人啊。番茄炒蛋烂了可以吗？OK 啊，我昨天讲白沙，在意我，哈哈哈，不要哎，我昨天讲白沙 ，Sweet， 你一直拿着，你可以吃一个先吗？啊，真的、啊？我怕你回去你不会吃哦。OK 哦，我吃不吃？你吃一个我就安心了，其他的。Okay, okay.可能我可以带回去，没有啦。你是我给你，你是，因为我之前看你跳舞嘛，然后我觉得，你要不要跟我跳一段舞？会很难吗？我动作很慢。我是不是问到很硬？因为我不知道他怎样问。OK 啊，不会啊。OK， 我们去跳一个舞啊，你先吃两下，我撩给你看。那是一首歌，我蛮喜欢的。而且我觉得这一个好哦，是因为两个人都很直接告诉你我的第一直觉我的想法啊，你为什么只是一直靠近 Jolene 这样子？而且我就觉得说 Victoria 会更直接。刚才的互动里面，我以为 Victoria 是男生的，然后 Kristen 是女生的那一方。Victoria 因为也很难得抓到这个机会啊。而且看了三集，我发现这一次的 Kristen 比之前不一样一些。前两集他比较 more on Jolene 嘛，那我在猜测他到最后应该会选择跟 Victoria， 因为我觉得 Victoria 打动他的点应该是直率是一点，
他对于爱情的很简单的追求，跟那份成熟。你坐，我坐这里，谢谢。是 interview 吗？嗨，Hello， 我们第一次可以单独聊天。你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你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你问先。我有很多东西想问。就你问先。OK， 就你来了，中文来了两天，这几天你就，过得怎样？是开心的。因为我跟女嘉宾都相处得很好。你们男嘉宾会吗？我们之间关系很乱，关系很乱。没有很多话讲到很乱。最近你有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吗？没有，你们都讲我是开心果。开心果也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有吗？ Yeah, 目前没有，都相处得很好。好。对 ，yes， 都好了，都好。我就觉得你会很像很藏着自己的情绪、啊，就是。等一下，你给别人的 reaction 是很小的。哦，就没有什么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时常都 like， yeah， 我 care less， then 笑多，让人家开心。那你讲这个的话， yeah， actually， 我比较难放得开了，我喜欢为别人嘛，所以我自己的东西我都是留给自己多。So， yeah， 你有观察到这点 ，not bad。想把我的心声说出来，我觉得是需要，对方比较努力啊，因为 it's like 一个墙壁上，我是 like 有两三个墙壁这样，我什么东西都留给自己啊。But 如果对方是给到 effort 的话，我是能慢慢去分享。你可以尝试就是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可以再放开一点，就是。就是也是可以，就跟人相处啊，可以放开一点，人家也知道你在想什么。I'll try。之前的 video 你有看是不是？就来我有讲到。三遍这句很好。这是间接告白嘞。看三遍，就我有讲到就是之前有一段关系是不太顺利的。所以我就不敢去尝试开始新的一段，然后然后来到这个节目就改变了那个想法，就如果真的遇到适合的，我会去尝试。在等男生告白的意思吗？就 like 有一个 place to like open the heart 啊，在这边。对。OK， 好。好什么？反正要讲啦。可是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早餐做那个单给我？哎，哦，他有做早餐给他。哦，没有 ，it's part of my 我的拿手，因为比较健康嘛，比较健康一点的早餐。我只是对他，只是送给他，只有他早餐吃，太幸福了，这小公主。我不知道你们吃了没有，也不知道你吃了没有，所以我们吃了。所以喜欢吗？是好吃的。冷鸟。是冷鸟，可是你不会担心就是。有时候也太主动的时候，你一直会吓到。有我就是也是想问你这点，呀、yeah, ，我想有我就是会有时候要 control 这点哦，我觉得我有发现到啦，就我会有时太过主动。因为我其实是来第一次被人家这样示好啊，所以我不知道要讲给你那个反应。因为你说你比较独立，对吧？然后你是不习惯人家来伺候你，家还是照顾你这样的意思吗？就是有时候你会很主动来找我讲东西或者做东西嘛，但是我会不知道要讲给你那个反应。那天的 first 互动啊，我们煮晚餐，就我比较主动一些就叫你，所以 like 当下的你的 feeling 是怎么样？就来有人带着我咯。有人带着你啊。You okay with that feeling? 不是一个 bad 的体验啊。对，就是你时常是你带人的吗？是。因为那天我们一来，你们三个男生就来。你们就做我们的助理。好，就接受这个设定啊。哦。突然间反过来，我有点
Yeah, I know. 我有点不自然，所以。因为我是怕我太过主动，然后吓到你 ，better than 让你不习惯。因为有些人 是有一点吓到的成分啊。有吓到的成分啊。嗯。吓到是来吓到来，喂，我不要靠近哈，这个还是就是，就不知道怎样 react 那种。就不知道怎样 react。不知道怎样 react 是比较好。我有点小失落，怎么办？不要吓跑了，吓跑了就，我们才来相处不长的时间吗 ？Yeah, within I think 30 something hours。然后你没有想过去跟别的女嘉宾认识多一点吗？想认识你多一点。Good one, good one。就跟其他女嘉宾啊认识时长是一样，为什么你会就是锁定我一个人这样？不会说是锁定的，就我，如果你有发现我是可能比较，专一专情的人，因为这样的约定等他等到19岁，因为我第一时间看到你是，我对你很好感，然后你给我的这个 charisma， 这个 aura 啦，就这个 feeling 就是我想了解多一点。男生连眼睛都不敢看他。比起其他女嘉宾，比较有好感的都是你。There's something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you rather than other people. Hello, hello. 你是那个辩论选手。还讲我没有下过厨，开玩笑。你试看。你的屋。啊？这我们还有东西做。要洗碗。我们洗了干嘛？那你觉得这三个女生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接近你的 type？ 谢谢。Let's say I get to， 我有机会再来这样主动来去照顾你，这样你会 prefer 我怎么样去做，还是怎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来像朋友这样，朋友这样相处，相处。哇，拒绝 ！Oh my god， 这是温柔的拒绝。我觉得很遗憾，很遗憾，很可惜。原本那么看好，然后抠死了一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可惜在，其实他们两人本来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是真的有感觉，对，只是就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interview date 让小吴觉得好像不对嘞。我反而觉得小吴应该是体面的人，他其实一开始就想要去了解其他男生，只不过因为你那么主动了嘛，你对我示好了嘛，那我就礼貌性的给你一些回应，但实际上他也想要去观察其他男生，想要去了解的。他对这个 Sean 的这个做法其实只是体面的一个礼尚往来。第二集他的那个行动视频啦，如果他真的是对Sean 有感觉他应该会讲我们可以再做多一点东西，但是他讲的是我们可以去认识更多人，但 Sean get 不到，包括我也 get 不到。我觉得 Sean get 到了，只不过他没有办法直接表露出来。我突然间想起一个很可怕的事实，你们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小吴比较看向谁？看向 Kristen， 他是想要了解其他的人，但是可能Sean 一开始就跟他示意了，所以他就放不开的那种感觉。我替Sean感到真的很心疼啊！又想回去的话，我们的同事厉害了，三位女嘉宾都是对他有意的 ，Victoria 对他，连小吴也是对他。这是他揣测嘛？他讲恐怖的事实嘛？有点难接受，只好继续咯。来，我要问的就是，作为你看了那个影片，你什么想法 ？First， 我看到你是开心了 ，and 听看完三遍，最后分析一下，我觉得 like maybe you are like。pushing me away rather than accepting my 我的心意啦。 That's what I feel 啦，是这样的那个意思吗？我可以讲你没有抓错意思啊，我可以讲你没有抓错意思啊，可是我在感情上面不是相信一见钟情的人。在我理想中，一段关系的开端是来两个人已经很互相了解，然后也相处了很久一段时间，然后才看要不要踏出那一步去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我们可以去看多一点不同的世界。你没有想过去跟别的女嘉宾认识多一点吗？我对你有好感，想要了解你。这倒没有，他就讲这几天如果有要帮忙的可以去找我。现在男生都一样，有什么事呀可以找我，我们没有东西要讲了吧。跟
朋友相处的时候可以再放开一点，有时候也太主动的时候也一直会想到像朋友这样相处。我很喜欢他的这个直接，对，我觉得那个是 actually right 的，就正确的。 Because 因为你想认识全部人，因为我们来这边 of course 要多认识人嘛， and actually I respect that。 就因为我讲到我是也是观察型的，所以我也是来这里会想要也去跟其他的人相处看看。有，我也是有反省一下，就我觉得我今天会不会来 too straightforward 啊， then maybe 会弄到他 uncomfortable or maybe 不舒服这样。 but 我有想就是如果你是要认识别的嘉宾 which is 应该的， you know, of course I respect that yeah, but I have still got one more question. OK, 可以问吗？可以。 then 就是说之后的这几天这几个日子我还能不能就去多认识你，这样可以可以、okay. 好，拒绝、okay. 好，拜好拜好拜。其实我反而没有到你这样伤心哎，我是抱着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嘛，所以他的这个果断是我欣赏的。因为我一直站在 Sean 的那个立场，他有一种就是偶像剧里面的那种男儿，一直在付出，终将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做法是没有问题，只不过伤心是必须要有的啦，因为如果不喜欢的话，本来就是 hurt 的嘛，这样不如早早 hurt 掉他。所以我很希望 Sean 真的可以 get 到一个道理，爱他就让他走，是你的人始终会回来，就让小吴去兜兜转转去看一圈吧，说不定他可能被 Kristen 甩了过后，他发现双才是最好的，才是最好的。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他不是有说过他之前在13岁有一个女友吗？然后他等了好多年，代表他这个人本来就是爱了一个人会很坚定，难得会做决定的人，竟然直接选择了小吴。再来被他攀扯一拳，多心碎啊！ Feel what I so hurt。我先说我的感受 ，Victoria 跟 Kristen 的给我一个感受是，只要爱上了，对方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是不爱的话，好像Sean 跟小吴的话，就有时候你越努力的越做，反而会越大的反效果。他只不过暂时还没有遇到一个真的喜欢他这么对他的一个人而已的时机不对。不过我觉得在爱情里面主动是没有错的，我觉得是要看时机耶。对于女生而言啦，我觉得主动绝对是好的，可是你要在对的时候，你不要一开始就如此的主动。我觉得你要先试探性的去了解一下这个女生，然后她是不是真的对你有好感的。只要那个 signal 你 get 到了，哦，她是对你有好感的，你再更加主动积极出击，这样子你的成功率会比较。可是因为在座的他们只有88个小时嘛，缩短时间赶快做。对，而且我们看的东西速成班，可是已经散出去的爱哦，不是那么快可以回收的。我是觉得慢慢给，慢慢给。或许哦，他原本早餐是要煮那种意大利面很大的 big breakfast， 他这次已经收了，收成一个煎鸡蛋嘛。我们不如下一集叫韩小爱来看看要不要 ？OK 啊。你看，你感觉是那个我吧？你喜欢换走你吗？当然不想换走他啦，这样没有用的元老级。好了，那对你有感觉的，记得就是在每逢星期四晚上8点呢，就是在 GoSean 的 YouTube channel 就可以看得到。记得要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一集的 notification 哦。我们下一集再见 ，Sean， 来 ，come on， 真的爱你。他是我们新来女嘉宾。哇，好不一样啊！真的，鼻子动鼻子，接龙一样的。九零脸会更黑了吗？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都会很害羞。他们有很纯纯那种很深情告白的感觉。喂，我睡觉先。哇，喂，你干什么？这么脸像不开心这样？看他，No。哎呦，怎么办你？